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在中国的携程平台邀请中国游客前来泰国旅游。香港有兴趣投资泰国南部的路桥项目。泰国农产品出口每年平均15,000亿铢。美国的花旗银行预测泰国今年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6%。商业部3月开放申请 Thai Select 或者 Thai 精选标志。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通过中国的携程平台邀请中国游客前来泰国旅游。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日前通过中国的携程平台推广泰国旅游产品和服务发表讲话，邀请中国游客开启泰国旅游体验，重申泰国将致力于加强安全措施，全方位照顾旅客。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1月1日至1月28日期间，前来泰国的国际游客人数累计超过274万人次，游客人数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是中国、马来西亚、韩国、俄罗斯和印度，旅游收入约为1325亿8000万铢。政府发言人蔡瓦哲隆引述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就透过中国携程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广泰国旅游产品和服务活动发表讲话。总理邀请中国游客快来体验泰国旅游，声称泰国已准备好成为旅游目的地，并优先加强安全措施以全方位照顾游客。泰国政府赞成免签政策以促进中国游客访问泰国，确认泰国政府重视优质旅游，恢复对泰国旅游的信心，提高所有地区的安全水平。在宣布永久免签证措施后，中国民众的反应非常好。在短短1小时内，携程平台上关于泰国的搜寻量增加90%以上。这项措施是泰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关于普通护照和办公务护照持有人相互免签证协定的结果，从2024年3月1日起生效，恰逢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和泰国宋干节，这期间是泰国的旅游旺季。另一方面，旅游与体育部长苏德旺女士表示，最新统计数字显示，1月1日至1月28日期间，入境泰国旅游的外国游客累计超过274万人次，旅游收入约1325亿8000万泰铢，约合37亿4000万美元。旅游及体育部长苏德旺女士表示，泰国与中国签署互免签证协定后，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前来泰国旅游。1月28日，
中泰正式签署互免签证协定。消息公布后，携程平台上泰国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前一天增长超过7倍。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居民搜索泰国较多，搜索最多的泰国目的地是曼谷、普吉岛、清迈、苏梅岛、芭提雅。财政部助理部长朱乐潘透露，香港有意投资泰南路桥项目。财政部助理部长朱乐潘透露，他于日前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出席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期间会见了沙特阿拉伯、埃及、欧洲等多国的经济部长，并与各国投资者进行了非正式会见，讨论的话题大多与当前发生的国际冲突局势或者地缘政治问题有关。另外，投资者也有兴趣参与泰国经济多个领域的发展，例如推动泰国成为数字中心，这将创建相关产品的生产链，尤其是在生产电动车方面。讨论中还提到将如何与泰国合作的话题，而且投资者也对泰国的软实力政策予以关注。就香港投资者而言，他们有兴趣与泰国一起发展电影业，并且有兴趣参与路桥投资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乌达邦机场二期的投资。双方已约定今年2月讨论取得具体成果的合作进展。财政部助理部长朱乐潘表示，对于投资泰国的各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果投资者愿意来投资，就必须将技术一同带来。泰国农产品出口每年平均15000亿铢。农业及合作社部农业经济办公室秘书长残谭暖表示，目前农业面积为1亿4900多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 46.7%， 农业户780万户，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 51%。 此外，在各种危机中，农业部门也持续帮助泰国经济发展，是对其他经济部门下岗工人的支持来源。据报告，2022至2023年期间，许多国家都担心气候变迁会影响粮食安全，包括全球供应链问题，但是泰国仍能够生产足以满足国内需求的重要农产品和食品，并具有向国外出口的潜力。泰国农产品出口价值每年15000亿铢，因此农业部门被认为是泰国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有关推动加强农业部门实现稳定收入的指导方针，农业及合作社部强调利用技术和创新来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标准，提高竞争力，以及在领先市场、额外创新和增加收入的政策下，为农民创造收入和良好的生活品质。2023年农业经济形势较2022年扩大 0.3%， 畜牧业、渔业、农业服务业、林业呈扩张的趋势，而种植业则下降。因为2023年降雨量比较前一年减少，种植业下降了 1.3%。 此外，2023年年初到5月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期的降雨，这导致重要水库和天然水源的水量减少，影响植物的生长及产量。产量下降的重要作物包括了第一季稻米、木薯、甘蔗、菠萝、橡胶、油棕、龙眼和红毛丹。产量提高的重要作物包括了第二季的稻米、动物饲料玉米、榴莲和山竹。至于2024年农业经济的展望，从支撑因素来看，预计将在 0.7% 到 1.7% 的范围内扩张，政府政策将有所落实，世界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预计会增加，不少农产品价格依然向好。
美国的花旗银行预估泰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3.6%。 花旗银行指出，由于投资持续增加及中国经济的逐渐复苏，带动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还不是很稳定，包括了原油、液化天然气、金属等商品价格仍然处于较低点，而今年泰国经济得益于私人消费、出口及旅游业复苏等刺激因素，以及国外对泰国电动车和智能电子产品方面的投资，预计今年经济将会增长 3.6%。 泰国股市也因此受到投资人的更多关注，但是数字钱包措施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没有这项措施，下半年政府部门可能也会推出刺激经济的相关措施，预期整体通货膨胀率为 1.7%， 而政策性利率将维持在 2.5%， 并持续到2025年。花旗银行亚太经济与市场分析主管周哈娜女士表示，今年亚太地区整体经济较前一年有所改善，由于美联储方面于去年六月首次降息至 0.25%， 预计全年将共降息五次而降至 1.25%， 而亚洲各国中央银行也在进行降息，这使得美国和亚洲之间的利差变小，使得更多的投资流入亚太地区。与此同时，我们将看到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对技术组的需求以及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这已使得地区经济逐渐复苏。今年中国 GDP 将增长 4.6%， 而印度方面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增长 7%。 商业部三月开放申请 Thai Select 或者泰精选标志。商业部商业发展厅厅长欧罗蒙女士指出，商业发展厅非常重视维持推广发展和提高泰国餐厅的标准，2024年将继续筛选泰国餐厅获得泰精选或者泰 Select 标志，用以认证为通过政府和私营部门食品专家委员会标准的最佳泰国餐厅。泰国泰 Select或者泰精选餐厅促进和筛选审议委员会于1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会议，来自多个合作伙伴机构的专家参与，例如泰国旅游局 TAT、 泰国国际航空厨房公司、泰国厨师协会、律师坦尼酒店管理学院、安迪厨房技术学院以及 CPSTAR 大众有限公司等。该委员会初步决议批准2024年 Thai Select 餐厅的评选标准，涵盖至少有六个方面的要素，即一、泰国食品口味和特点；二、原材料和食品成分；三、干净卫生；四、氛围和餐厅装饰和公关媒体；五、服务质量；六、专项评价。这是对专业餐厅突出性的考量，将考量食品和食品创作、服务和餐厅装饰方面的突出性。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